睫毛弯弯，眼睛眨眨，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？你的微笑像夜弯弯。后面啥东西？既然这样，那我们87岁的珊珊回忆一下小时候吧。现在你过得怎样？想待在什么地方？如果想找个人说话。会考虑208，太久没联系了，情绪被压抑着，都走散了。会考虑208，越来越陌生了，也许都默认了。记得这个会考虑208，可能都忘记了，后来的我们啊，全都遗忘。我不想平庸碌碌无为的长大。来自家人的压力使我渐渐变压抑，曾经看到恶毒言论也会喘不上气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句放弃吧，舍得默默练习内心继续抗议它。每当我辗转反侧内心忐忑，你们总在身后支持着我，不管道路多坎坷，无论世界对我会是怎样的背叛，不会忘记属于我们自己的羁绊。 Don't waste the time， 要享受你给我的爱。 Girl it's alright， 要谢谢你们一路的陪伴。好多人都眼红我，以为自己能看懂我，结果没人能撼动我。命运是孤，我是孤兽呀，生活的苦点我独奏呀，做我自己就足够呀，屁股他总会有出口呀。不停奔跑想去看看这个世界，凌晨街道和我度过多少季节，经历过长夜漫漫没有一丝光线，没退却，从未退却。